保护这个感情，保护这个感受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幻心可言。那观音菩萨叫无为心，也叫空观心，这样啊。那这样你才能够叫菩提心啊。人知诸法究竟无我故，再来无物心又解释了一次，人知一切无所有故。这个叫什么意思？你没有拥有什么东西。人知一切都不是你所拥有的，你可以控制的。除了万法是虚幻，它是没有一样属于你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个归属感啊，归属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当然要消除我执、法执各种执着。但是我解释的是说，汉传佛教的经典这些中文，非从几百方面这样给你解释。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，啊，所以就比较广了，比较广。但是这个广，各位就要花一点时间，每一条你都要观修，这一条我有没有过关？这一条我有没有过关？甚至说读完以后，比如说十二条，明天开始你们住同一个道场了，每天你这一条有没有过关？啊，你要互相不要去讲对方的缺点，你要讲对方缺点，因为先讲这个因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你只要照这个因，一定达到那个果。但是你要读诵大乘，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，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认为我已经发菩提心。事实上，修藏传佛教的信徒，哪一个不认为他自己发菩提心的？不然他修什么藏传佛教？那问题是，他不太了解菩提心是什么，他可能只了解我的法门、我的上师、我的道场要钱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够深入，不够深入。这一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任何的上师的优秀，我们一定要学，但是大乘的广博一定要深入经藏。佛陀讲的是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这一点很可惜，藏传佛教没有念这个，啊，没有念这个，啊，他可能叫深入论藏吧。啊，但是佛经讲的是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来，这是我们的戒律，不然你就没办法破我执啊，只能讨论破我执。所以无物心一点不是你所用，作为一个妈妈都不会这样讲，这个儿子女儿很重要，每天替他想，替他工作，替他赚钱，这样啊。所以因为我有一个拥有，有一个依靠，这个依靠没有了怎么办？所以当然我们带着居士在修行的时候，居士当然很希望有所求了去做，但是这是我们要对他应该要跟他提的。既然我们一起要发菩提心，那菩提心的形象严格上讲起来几千条，那从各个方面去描述，特别在华严经里面啊写的特别多了。再来第十，坚固心。什么叫坚固心？于诸法中不可动固。诸法爱世间八法，爱你恨你啊，一切变化叫诸法，你如如不动，坚固心。这一点就相应一波罗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所以我们叫菩提如高山，菩提如盘山，坚固不可，所以这个叫安忍。在学术上叫安忍一切，啊，众生忍、法忍、地察法忍，你最后才可以安忍，那这样才有菩提心。只是这一部《大摄之尼前子所说经》呢，各位最好看，因为现在政治的问题很严重。那这部经里面特别想了一个国王。每一个国家的国王，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修空性跟菩提心？那事实上，这位尼前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，他如何度国王的故事，如何发愿的故事，如果什么样子菩提心，所以要这样去了解。第十一，不退心，能证诸法究竟禁锢，发菩提心。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这个尽你不能黏着哪一个啊？能证诸法究竟都是
涅槃的，虚幻的，没有一个卡住了。你不能说99个我放得下，就 0.1 我放不下，那不行。我这个人就什么时间都可以，就不要惹我那一点，这样啊。那菩萨不能如此，因为这里面完全无我，不退，不退就是说我没有一个我，这也叫无所谓啊，无畏的。我没有哪一点你可以攻破的，因为我只有一个永恒的为众生利益大悲心成佛的愿，那没有哪一点会卡住我的。所以因为一切诸法究竟都是涅槃寂静的，没有一点啊可以跳不过去的，那一关跳不过去的。有时候各位这样讲好了，这个人你要跟他讲什么要小心，这个不好商量，他会翻脸啊，因为他卡到一个点，他有个自尊，他有个脾气，所以他有个面子问题，这一点不能伤他啊，那这样就很难很难跟你谈啊，所以各位不能爱面子、自尊，这一点不行，所以要把自己打到完全没有一个不能接受的层次。那这一点如果你要真发菩提心吧，就应该如此。第十二，度众生不生厌心， 这很容易了，度众生不能讨厌，而且如说修行故，既然你发起这个心，你要按照这个真实去做啊，理观如一，这个叫发菩提心。好，那各位听我这样说，那你就一定要多看大乘经，因为写得非常清楚，而且讲了以后，对我们，像我自己念过一遍，然后我自己就会很认真。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完全的，但至少这个方向不会退。那你当然整部经最好你要花时间把它看完啊，特别像各位比较年轻出家的。你们忙是可以忙，但是不要没事要忙。你要忙，光在房间就可以忙三天，忙不完。你要怎么忙都可以，对不对？现在又有手机，那真是完蛋了。但是你一定要把这几部经看完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苗栗弘法院，我们现在在整理，我是希望真的有空，你们可以去申请住49天，我们给你放饭给你吃。但是你要把这些经典读完，不是在里面度假啊，逃避，心情不好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49天，乃至变成2个月，变成几个月，但是你把你研究的经藏的精髓，就 copy 抄给我们，我们就帮你推嘛。啊，但是这些精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佛陀就在你家，就在经典上面，不要往外找。我发觉很多人在追求名师，追求上师，有些人根本懒得看，就把经典放在那边，他从来不看啊，但是他有很多理由说我不懂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用我的个性想法在做事情。好，这里面写的如何修慈悲心，菩萨如何修慈悲心，也就是说慈悲观啊，像仁波切讲你要修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，怎么去做？那经典里面写的非常好。第一个，菩萨在闲静处，清静的地方，独坐、独处、宴坐，单独打坐，端身舒缓，就像妻子坐一样，结跏趺坐，现前观察，心即厌离，你要去观察这个。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你可以抓得住了。安住正念，心不外缘，先要有出离心，然后安住正念，不攀缘，做事思维，诸有情被多起嗔害，做不善业。虽然我们自己信因果，有出离心观察了，但是可怜的有情众生多起嗔恚心，伤害众生之心，做了种种不善业。腹常清净不善丈夫，什么叫丈夫？老师、师父都叫丈夫啊，因为他以为他是
他的老师他是伟大，就亲尝又亲近这些不善之事，更过来无状于我起烟愁想，我发心做菩萨，我想要帮助他们，他们却去亲近这个外道恶之事，而对我莫名其妙还把我当敌人当仇人想，或于过去，或于未来，或于现在，岂如是业？所以这些一般的人，过去也好，现在或未来，他们很容易亲近恶知识，去伤害真实发菩提心的菩萨，造如是业。所以我亦令彼一切有情所起嗔害，皆得断除。因为修慈悲观，最主要的是要断除嗔恚伤害，不但断除自己的，也要断除众生的。所以我的内心起了要让所有众生所生起的嗔恚伤害都得断除，而令这些伤害我的众生令彼坐于菩提道场，让他们成佛，坐在金刚树下，如是之事不为言说。这个不是光讲了嘴巴，我们来讨论。十四菩萨甚深意乐，随顺思维，这是菩萨甚深从心里面真正的意念，他想要这样帮助众生，和随顺这个思维，你要一直这样想。是名菩萨能修慈悲，所以我想我们讲了，当然就是这是《宝语经》里面写的这一段。当然，慈是给众生快乐，悲是拔苦，但是他特别讲的是这些伤害众生的，自己不伤害，我们还对这些嗔恚伤害众生起了悲心，愿让他们成佛。所以如来成就大慈平等，普为一切有情，如来于义有情起于大慈，于一切有情无有义。所以每一个佛都成就这个大慈平等心，普遍为所有众生。所以如来对一个有情起大慈，不是光一个有情，而是与一切有情都一样。在这里面描述，既然我们修慈悲心，那如来怎么修慈悲心呢？我们要这样去学，要随顺思维，随顺如来，变成一种戒律。所以如来大慈虽遍有情界尽虚空界，然大慈边际实不可得，是无有界限的，是大慈边界实不可得，所以叫慈无量啊。所以每一个佛的大慈心虽遍有情境界，有情就是十法界，当然佛已经成佛了，但是其他的九法界都还要继续努力，而且尽虚空界虽然这样子去大慈大悲，但是呢无有实无可得啊，也心经讲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只管无边无边的奉献而无所求。如来成就大悲，不与一切声闻缘觉诸菩萨共，这句话真正的佛成就大慈悲心，不是阿罗汉或独觉或是所有的菩萨在做的慈悲。因为如来慈悲，如来于一切一有情起大悲，是说如来对一个有情起大悲心的时候，跟所有任何包括嗔害伤害他的有情无有一平等的大悲心。当然就像佛陀过去对提婆达多跟对任何人的慈悲都是一样的，骗一切处。所以菩萨能够成就这种深固的慈心才叫菩萨。好，所以时间到了，但是各位希望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你没有像今天有感谢仁波切这种伟大的善知识来教我们，经典写得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每一部经都没有一字废话，没有多一个字少一个字，你去把它观修吸收，从文字般若了解，了解以后观照般若，就像我现在在解释观实相般若，证入这个状态，那你就了。但是不要以研究为快乐啊，以研究为高低分别，因为我们是要去实践在有情众生身上啊。那当然呢，在藏传佛教里面呢，就比较单纯，入菩萨行三十七颂就几本跟慈悲有关系的，其他不多了啊。但是汉传佛教啊，
这个大藏经陀，就